你要不，我们先去吃个饭再回来。
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计划吗？阳光，我是小林，谢谢这个饭菜回来。休息一会儿吧，这本就是计划的一部分。看过，不知道那个人却终归会遗忘。会喜欢这条裙子吗？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计划。